原来在孩子心里啊，有那么多我不知道的小秘密。你最近一次心情不好是什么时候？妈，我去外地了，我伤心。在哪些时候你会希望爸爸妈妈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？我摔倒的时候，还有难过的时候。这个叫心灵感应筒，感谢它让我知道了孩子内心世界的真实想法。这60根小木棒啊，分为6个主题，都是父母想知道的事儿。每天茶余饭后或者睡觉前都可以跟孩子玩上几次，深度拉近和孩子之间的距离。还有棋盘游戏可以切磋一下，好玩又有趣，你们也可以去试一试。